没有呀，编码仔，去看看他。嗨，哎，梅雷。雷雷，你也是梅雷哎，梅雷，新年快乐啊！都还没有过12点，新年快乐。我当第一个跟你说的，新年怎么说？Fine，快新年乐，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你在哪里呀？我在海南，怎么跑海南去了？明天有演出。明天吗？明天的演出，明天晚上。真好，那在那边可以穿那个夏天的衣你服。看我今天穿的，夏天不？哦，夏天不？我的乖夏乖！天不？我特别夏天天今天。呐，哇，这个衣服好显胸啊！你真在我的直的，播间说什么呢？我还是个偶像好吗？你刚刚一脱下来，我还真是个心的偶我都像呢！说什么呢？这个衣服太综艺了。我还是个偶像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啊，你说你把衣服给我显腹穿起肌都来。还好啊？好吧，穿起来。哪有腹肌啊？没有吗？我最近都有在练没有。你在我穿。哪？你在北京吗？对啊，我在北京。好吧。穿不来。你播多久啦？一个小时40分钟了。哇，好久！你是要跨年是吗？对，我要跨年。我刚刚才开播，上来跨个年。可以，都跨年了。不是，这个叫啥车啊？我就实话实说。动不动开车，拿驾照了吗你？你就给我开车。哼 驾龄 10 years，是不是？对吗？我没有待想会要到带小他丽们还去是海这边，么的。带他们去海边看海。你一会儿要带他们去海边看海？对，我房间一出去就是海了，我在1楼住。我也怎么变了？变啥了？变死！变死。变好看了，换比基尼，你自己去叫他换，我不要。笑死说啥呢？大家都这么会说话，这么会聊天吗？会说话就多说点，好吧。我没有脸红，那腮脸红，红。腮红。你怎么我长今天大了？腮红好像也打得有点多。刚我也是。工作人员看到我都问我是不是喝多了，我说我今天喝的是橙你不汁。是一向都化得很重吗？我说我喝橙就汁，喜我欢红红的醉眼啥影和醉腮的？红。对啊，我都在喝饮料啊，都没有喝酒。你啥时候回广州啊？3号，然后但是你们我二号要，我二号去上海，然后3号回广州。为什么你都不来北京呢？因为北京就是因为管控太严了，也可能进去出不来，也有可能影响其他行程，所以就不敢去。行吧，我感觉今年就只在北京见过你一次。对呀，我也很想去。前阵子很有空的时候，本来想去，然后不让我去来着，然后我就一直在上海待着了。我说你可以给我接北京的通告，他说北京接不到通告，对不起。不敢那是接，他的问题，不敢接，怕进去就出不来了。不会，现在北京没有什么那个，没有什是么吧？状况。晚安，这么早就晚安了。啊，对，我要去海边了。对，咱聊着聊去着聊，吧，你要去看看吗？我带你去看看。我跟你讲，绝对什么都看不到，一片漆黑。哇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我房间不是在1楼嘛，然后我每天都在1楼抓虫，就是有那种叫什么蜗牛虫啊，就是
就是一条一条的，好可怕呀！波牛虫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就是一条一条长长的虫。然后我叫那个酒店的服务员来给我毛毛虫吗？给我抓。然后他说这个叫蜗牛虫，它不会咬人的，然后让我不要害怕。我说我不管，你给我抓起来。哦，你看地上现在就有一根，我给你看一下，好恶心啊！镜头翻转，倒也不必给我看啦。待会我给你看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怎么咯噔呢？你看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看，就是这个。我的妈！好恶心！好像那个，就是那个什么什么，就是在我知道这种在地上爬的这种。但他说他不咬人，但他就是不咬人也很可怕呀。每天在爬就好恶心。他这么小可以爬进你的耳朵。我跟你说，我这样子啊，带着这个灯啊，去这个海边，我就是最亮的星啊！我就看一下能不能看到海。哇，这个我超想去海边，这个路有点黑，所以我觉得我要先照一下这个路。海边到晚上什么都看不见，就是一片漆黑。路太黑了，我要照一下这个路啊！带大家去看看海。对，就是很可怕，你就害怕它突然爬到你身上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就一定要给它抓走，太恶心了。我们一起住的时候是壁虎。壁虎，看路看路，哇，那边好欢乐，你能听到欢笑声吗？住的海边别墅吗？应该是。我在这我都能听到欢笑声。听不见，是有人在跨年吗？对，我们那个活动方就是包了那个场地。然后让我们在那里就是一起跨年啊！我觉得我还是离他们远一点吧，毕竟我是一个要带你们去看海的人，免得被抓过去了。海南有疫情吗？什么疫情？啊，阿胖那里有疫情。哎，让我去看看怎么走到。哇哦，好嗨呀！那边看到能看到了。嗯、是吧？好多人，他们就是特别的、嗯、好多人。走，我带你们去看海。对，他在应该是在三亚。嗯，对，在三亚。真的，好多人都去三亚跨年，半个朋友圈都在三亚。对，朋友圈定位全是三亚，三亚，三亚，三亚。我都不亮了。什么叫我都不亮？哎，来了，你们能听到海的声音吧？嗯，听到了。我来翻转一下这个海浪的声音。我们驻守北京城，我们要驻守北京城。能看到吗？就是很暗。看不到。但你能看到浪花吧？对吧？好像能看到浪花，浪花是能看到的。那个白白，能看到浪花，能听到声音，就是那个。你看白色的就是浪呀。我看到了。我给你们开个灯。哦、我给你们开个灯，能看到吗？看得到浪花，它扑过来的时候可以看到。看到浪花，这是沙滩了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吓人哎！你知道，就是那种，哇，那种电视剧里面的那种凶杀案。看到了，这样能看到了。对，哇，夜黑风高夜了。是。大海真的在晚上一点都不浪漫，在晚上不敢走太前，我怕我被浪冲走。你小心一点。因为它这个浪总是会突然间的扑上来。听海哭的声音。好，回家。天哪，我们还有七分钟。烟花！哇，有烟花！哇哇哇，好好看，有烟花哎！哇！带你们看烟花。
放烟花，然后就被警察抓走了，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还敢放烟花。可以放。Happy New Year， 还有六分钟啊。这土味情话真的是四舍五入给这位姐姐，我们在三亚跨年，是的，带你们看烟花。我们都在三亚跨的年。这烟花也太早了，没了没了。还有一会儿十二点应该更多，估计是还有。哇、哦！哇、哦，好多、哦！好像放鞭炮是吧？不让放烟花的，北京应该有地方可以放，但室内肯定不行。哦，全是一钱烧烧完的味道，就是说钱烧完的味道，分子又不高。嘿嘿，他旁边隔离看着烟花最高兴。还有四分钟，不然我们回自己直播间过来。你，那你去吧。哦，那行，等你到北京了联系啊。好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对，你化妆了？嗯，你在直播啊？哈喽，新年好呀。带他们看了个烟花。新年好呀，新年好呀。天啊，头发都乱了。在直播吗？对、啊、是他在直播。你头发？对，我头发乱了，刚刚去了海边。妖哥，妖哥，妖哥来我直播间逛一圈吗？哎呦，天哪！在直播。嗨，我们是玩泥巴组。玩泥巴组。妖哥来我直接播，今天晚上给大家9.9福利。就是经常会有这种、啊。播播间，播播间。直接播，直接播。直接播是啥？又开始了。不是说会被抓走吗？怎么还敢放？对呀、啊。好像之前放的那个就被抓走了。那他们还顶风作案。之前放了三次，然后死亡那个人就抓走了。就是说烟花好多。嗯？妖哥的美颜吗？哦，我好像没有关那个，算了。可以，海边能看，海边能拍得到。你们拍啥？去海边跨年了。去海边，他们去海边能看得到那个，嗯。你把你的睡衣穿上。啊，把你的睡衣穿上。那我在这坐着吧。哎，好好好，准备好，倒数两分钟了啊。听到没？准备好，倒数两分钟了。哎呀，头发乱的跟什么一样，就是说。准备好，倒数两分钟。好热闹呀！准备。等
咱们就是说架一个支架起来，准备好了，我也准备好了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烟花又开始了，我看一下现在还有多久。现在还有不到一分钟，不到一分钟。哇，这边看得到吗？烟花，这边也在放烟花，能看到不？大家的愿望都很朴素啊，就是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、开开心心。转回来，转回来，不看烟花吗？要健康，要发财。你们不看，我看啊。那我帮你们看。椰子鸡挡住，椰子树挡住，看我好吧，看我吧，我有什么好看的呀？段老师，段老师跟妖哥回去休息。新年快乐，乐乐乐！没有，所以我就可以。对，段老师走来走去的，没抓到他。六个六啥？六个六。情不自禁。吓死人了。
是想什么风格？吃东西啊。嗯，没啥好吃的，不吃了，我吃撑了今天。今天吃了很多东西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哦，发出去了，发了一个抖音。发送成功了吧？应该是的。对，大家都开始散了。没有啦，他们都在沙滩那边呢。没有散，都在沙滩呢。什么叫山寨小朋友？大家好像都很开心哦。这啥呀？娘，我第一个孩子。新年快乐！就不喝酒吗？娘娘，娘娘一起来。为什么？看到通知了，我还在发微博没发出去呢，有点慢。有点慢呢，在抢我。微博、抖音已经发完了，抖音发出去了好像，但是微博好像没有发出去。对，微博有点慢。哎，好了，发出去了。什么东西？你？哦，没事，我就住着。嗯、哦，对。我待会直接过去，我就住着。汕尾的，谁汕尾的？谁汕尾的？爹妈下播了吗？给他们挡住。谁没说扇尾？我是扇尾的。我是说还有谁扇尾的？帮、哦，我以为有别人是扇尾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么熟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微博卡了。
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微博卡？你也可以是汕尾的。哦，这么奇怪，不要背叛自己的家乡好吗？喵喵群，是吧？写了吗？什么封面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封面？啊！他把灯给我关了，那又怎样？我自己带的灯。他把灯给我关了，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我自己带的灯。装备齐全，他灭了我的灯，可是我自己带的灯。哈哈，抢什么红包？这是我们这边的所有活动都是。对啊，就是聪明如，我就是这么嘚瑟，怎样？明天谈了，那你们要拍定妆照。你们宿舍楼为什么这么多人？你是楼主，你为什么是楼主？微博卡了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微博卡？发不出去。你说我吗？我微博挺好的呀。你卡了是吧？我们这个大堂那里拍，就是那个海，超级凶。能拍得着吗？时间过得好快啊！感觉我懂事的时候才零几年，就是你开始记事的时候，一下子都二几年了。气质不一样，人老了吗？一年更比一年老。对啊，前几天还有人问我，就是说为什么就是那么就是也不是说期待吧，就是就跨年这件事情嘛，就是我会一直想说啊，什么还有几天就跨年了，然后还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要老记得这个事儿，赶着大一岁嘛。对，赶着大一岁。成熟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。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在说啥。谢谢。加油啊！希望大家都可以变得越来越好。我今年最大的愿望可能就是心想事成，还挺难的。这个事情就是说，心想事成好难啊。说了个寂寞，对，说了个寂寞。有些事情很难去表达。嗯，好的，新年快乐，拜拜，去吧，去忙吧。真好，有你们真好。所以其实我很幸运，对吧？对，我觉得有梦想是一件好的事情。反正我就不喜欢被现实打败。好不容易活一次，被现实打败是一件很难的，就是也不能说不好吧，屈服于现实，可能有的时候也。
也有好的地方，也有不好的地方，只是说坚持很难得。我现在还没有到必须要屈服的这种地步。在海南，海南，你好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我是小女人，开玩笑。前阵子不是也有发过一个微博问你们吗？就是坚持，第一次黑白配，没有意义的事情坚持。我觉得后来想明白了，没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就不能坚持呢？因为可以创造自己的意义啊，对吧？等我坚持完了它就有意义了呀。所以呀、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坚持是挺不开心的，可是到后来就觉得说慢慢的就舒服多了，也更加能接受一些事情。所幸的是我还在，你们还在，对吧？我觉得我可以去开个那种情感栏目。他们走了，咋啦？你自己在这儿？因为我就住在那里啊，我房间离着挺近的。嗯，没事。你要回去了吗？没有。啊，没事。要不你去，我报销给你。你现在在这里。太懂我了。我靠！不要玩了，不要玩了嘛！不要玩了，把这个玩了。不打呀！现在就是收各种群发信息的懂时候了。嘉诚，鱼酱是不是还在工作呀？他一天没理我了。这个坏女人。说我的普通话进步好大，我好开心啊！那必须的呀，对吧？他在直播，他在哪直播呀？微博那个直播吗？这工作也太晚了，难怪他跟我说今天要很晚。家乡话，回家跟爸妈聊几句就记得了呀，怎么可能忘了？开玩笑，对吧？行吧，今天就到这了。小木这个片，大家赶紧去睡觉吧，好吧。我也要去跟大家打个招呼，晚安。明天演出，对，明天见。早点休息，新年快乐。拜拜。三点半了 ，Happy New Year， 新年快乐。还有什么？新年快乐，拜拜。